啊，你若感觉甲我讲歹势，哦，你用声批，哦，啊那万一声批拢歹势，啊，你就卖联络就好啊。我嘛无想要甲你联络，无影啦。你会使甲老师讲啦，譬如讲你的问题，你无法度整合，你感觉你的问题足济，但是你唔知影要啥物是前，啥物是后，啥物是轻，啥物是重，你嘛使甲老师讨论一下，好、哦，了解哦。哦，阮甲恁家己足远远的，你敢知？唔知。唔知，你唔知。我之前是在南亚公司厨房里面都是大人吃的，啊，接触国小这边是两年多。那一成煮出来有没有觉得压力大？压力啊，压力不会大，就是开玩笑啊。他们当然当番茄酱等啊，开玩笑的啊，做一下红，做一下色，啊，你今这就做水啊，啊，你这会使就是咱加的水，所以加的水你甲看嘛，即咱头都来挂汤。所以你找到人先落水，但是就断掉啊。我也为着伊，他就照他讲的这样子步骤下去用啊，只是会比较忙啊。尤其第一次煮，更要问清楚、说明白，然后理解这样。OK， 哦，是这个意思。第一次的。啊，拄头下来吼，较无啥敢甲伊讲笑啊。哦，你老爸改劲的。哦，金姐，金姐。阿哥金姐。啊，以前嘛来，大家拢熟悉吼，较会讲笑安尼啦。哦，就是讲吹两下，阮本来吹是两吹安尼尔。伊来就是爱做讲吹两粒，啊，搁头顶搁染啥物染啥物安尼。伊就林荫红。哦，林荫啊，啊，即卖这是变做咖喱鱼，哦，咖喱鱼一种效果，好啊，这一个今天展现的是咖喱黄，哦，这件事情啊，你可不可以自行调整？可以。安尼，敢若美术步骤吼较侪安尼，啊，就加较无用错啦安尼啦。对。看到囡仔食到安尼，真甜甜有味安尼吼，咱看咱煮的人嘛真欢喜安尼。啊，若歹的就是讲厨房开落。你像我在厨房二十几年了，都有像这个五十肩啊、网球肘啊、那个手麻、啊，都跑出来啦，对啊。哦，又会生气，马上拢会啦。啊，就等伊休困，过两天继续。吓啦。
如果说现在突然间叫你不要做了，让你休息了，我没有办法。我像我女儿都说，会辛苦不？我说没啦，做了快乐就好啊。啊，若会辛苦，无咱换别行的呀。妈，我早起已经做惯习啊，换别行的我无一定会惯习。你敢做阿嬷？做阿嬷。啊，恁囡仔敢会叫你讲卖做啦？足忝的。伊讲若会做，爱甭做。啊，你若讲对料理吼、哦、有任何的想法，还是有任何疑问，你拢会使转来问我，吼、哦，拢会使转来问我，跟我个联络方式。这边。嘿，对对，直接，空八空空空八分，空八分，哦，空八空空，好，安怎吼？啊，赖直接吼，啊，咱只。